体重1900克，净长7.5，胸型理想。哎，宇宙机啊，看肉性能比较好，主要是看它这个胸肌啊，胸肌呢价值最高，3.67，3.57，将来我这个肌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肌肉。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品种。在肌肉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把饭碗担在了自己的手里。